接着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歌手呢，前晚请我吃了大餐，当然我为了要表示感谢呢，我要送他全球有机大品牌。全球有机牌，倍儿棒！你们，干了这杯奶。为了表达对他的感谢，我要非常郑重的介绍他今天的歌曲。该名男歌手今天要带来一首 Ryan B 创作和杨老三一起演唱的《再也没有》，介绍给大家。这也是他在风格上的一次全新突破。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歌手。知道您擅长的名字吗？现在不知道呢，不是后三个吗？度假第一天开始就，我差不多每天平均练最少三个小时，比休假前每天花在唱歌的时间还多。对，因为我听了一下之前的，特意让他们调了一次不做任何音量平衡、混响的修饰啊，这些所有都不做。就是我当天唱成什么样，就是什么样。听完以后，哎呀，我是觉得什么理由都别找了，就是因为我唱的还不足够好。因为我们是做音乐的，有一些硬指标啊，节奏、音准、声音状态，这就是你的基础，一定要更加认真刻苦的练。啊，我觉得去改变自己胜过改变所有客观原因。说唱，但是你首次尝试说唱，公开表演算是吧。其实我在，我是在我第三张还是第四张专辑就有说唱的歌了，叫什么？好，我一会儿查查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。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，冲散散光。光是节奏准确是没意思的，可能有一些小动作会看上去舒服的。就那首歌里不是有那么20多秒钟的一段说唱吗？问问你动作上有什么建议？你不是有那个特别经典的吗？我不，那不跟他一样吗？这样不好吗？完了，那个。因为我在唱说唱的时候，我的脑袋里面是空的。嗯。就因为我的脑袋空了之后。我的手是根据我的唱的所有的律动来走的，但那个它就不自然的就这样了，所以其实你越放松越好。我大概明白了，对，放松，做到很大方，所有的动作是吧？越放松其实反而越不。I like it so.滴滴，我舍不得画地。
我在走着凌晨的半夜里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，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。 我手机里再没有的你，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，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，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。哦，幸运你心已不在这里。些什么？曾经的想留下话句，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。我在走着凌晨的半夜里，幽静的月光照着我的身影，就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。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，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，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。为因为你心已不在这里。Yeah， 偶尔还是会想起，说是不得而已，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。地图的阴影中散在狂风暴雨里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。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，同时放过你。I'm sorry,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, but I can't anymore。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，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。我决定。谢谢我们所有的老师，酷，谢谢结婚了黄奕，谢谢我的乐队，谢谢你们。燃不燃？